瞒着女友去 happy。 你人呢？不是说给多多过单身狂欢夜吗？我不得等碧楼睡了来。搞快点呀你。我来了我来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这六叔他们喊我吃烧烤去。你不是在减肥吗？偶尔吃一次没什么。我先去了啊。等一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。走啊，吃烧烤去！哎，这怎么才来呀？你咋回事嘛？小姐姐，你着急了？什么小姐姐啊？你别……哎呀，你就喜欢口是心非，快走了！我没有口是心非，你别拉我！只有不在，就算他在又怎么了嘛？你不用我们两个一起单身？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你看不懂啊？我觉得你就是太重视碧罗了啊！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多久没跟我们出来玩了？出来也是碧罗长，碧罗短啊！你有没有自己的生活呀？我有呀，碧罗就是我的生活呀！你，哎呦我的天哪！走了，不是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你们俩，碧罗，你千万别听他们说啊！我没有什么小姐姐，我只有你一个。我现在回来了啊！我现在我要回来了啊？为啥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去玩，但是不能跟男人去。不是吧，碧罗，你这么不好吗？那我去了哟。你去吧，我把监控关了。嗯，好。哎，过来干嘛呀？陪你媳妇儿去啊。别演了，他挂了。哎，不是，还好你看见我给你发的信息了，不然我这次就完了。不要管那么多了，小姐电话都快打爆了，我们快走。走呀，走。哎，今天有几个呀？说实话。啊，你那个摄像头怎么在动啊？啊，什么摄像头？他这个算正常的。把车门打开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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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屋。不进。你进没进？我不进，你把我当牛是吧？你先进去，我去吃法饺了，不进。我就吃，他起来了，今天我也不进去，我就是待着。进去。我进，打死我，来，从这儿打。哎，你干嘛？不是，你这样我回我妈家去了啊！回我妈家去了。哎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秋月，咱们还在看淘宝哦？那怎么反手了噻？哎，我最近减肥，我不吃。给你吃了。他不吃甜的，鼻子都弄好了。走，小梁，我们去吃。哎呀，约碧罗这样不行，你像他这么瘦啥都没了，瘦的咋的啊？不是我的意思，他这样不好，对身体不好。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乖乖吃饭。淘气来了。阿姨，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啊，什么意思嘛？小雨他凶起来的，你弄得恶心的，他有意思吗？那你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说我做的菜不合他胃口吗？让他阿姨说我做的菜不合你胃口，让你在我家受委屈了吗？那我现在去做两个合他胃口的菜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不用，妈，我挺喜欢吃那种做菜的，真的。他些菜能够清淡，你吃下去啊？最近流行吃清淡的呀，养生嘛。嗯，好喝。那我去给你盛碗饭嘛。不用谢。多吃哪个菜？那比如打八开始。阿姨，刚才确实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太冲撞了。这样，我给阿姨你买一件大衣作为冬装嘛。不用不用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这个晚上锁视频呢。这个我肯定不能听啊。比如你赶紧劝劝阿姨，让我来买。要不我来买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也觉得还可以，那你买给阿姨吧。嗯。咋了，比如你就是没事是不想买吗？哎呀，没事我来买就好了呀。没有，我只是看一下买哪一件比较好。哎呀，纠结啥嘛，都买了。当女友说请客还故意不带手机时，男朋友的正确做法。不是，你已经点了两份牛排了，你还要点啥？哎呀，我就是想吃嘛，要不要你给钱我自己给。看来必须自己烤。你说的啊。嗯。Later。 吃饱了吗那边？啊，我吃饱了呀。那去结账。去吧。咋了呀？手机忘带了那边。啊。看我这个脑子真的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带了的。那你看我贴心吧。你去啊。不是，我手机开不了机了，你看嘛，可能是出门的时候没充电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给你借了充电宝的。那哎呀哎呀，我付了，给你开个熊笑。走了，收拾东西。
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碧罗，我再去给你买几件衣服嘛。真的呀？这不好吧？咋了？不是你给的，而且手机刚刚没有充电。没事儿，我给你付。走吧。走。这个怎么样？能晚上睡觉肯定很暖和。你给你都要了吧？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真的呀？对。哎，去吧。我去看看其他。好嘞。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钱。哎，对不起。咋了？我们真的要买床。对呀，你不是说家里面的床你睡着不舒服吗？你在网上买又怕不合适嘛，只能来线下呀。可是你觉得线下会贵一些吗？笨呀，你先体验一下呀，找到合适的了，然后我们上1688找工厂定做呀，上面不仅什么都可以定做，还可以批发找源头，懂吗？哦，你管我干嘛，去试呀，快去。找呀找呀找工厂，万物皆可找工厂，保证定制和打样，这下爆款货没装。找呀找呀找工厂，万物皆可找工厂。怎么样啊？便宜了多少？700块。真的呀？对呀。哎，那我买衣服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买呀？肯定啊，万物皆可上1688。真不错。那我下单了啊。嗯，可以。啊。哎，来不及。啊？那个床大概多久到啊？几天吧。咋了？嗯。你装钱干嘛？哎呀，你想着今天不是又吃饭，然后又是买床嘛，让你一个人付多不好，就转给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用你的卡刷的。这个女人已经跟我冷战3个小时了，看我怎么这么逗她。哟，这是当着我的面看小姐姐的是吧？我就看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可以看小哥哥，我就不能看小姐姐了？我就每天看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比你好看的。你的光芒闪耀像是个，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花言巧语的呀？明明说好的把衣服洗了，转头就忘了，就堆在那儿。那我也没办法呀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的心就那么大点儿，我装下你了，我怎么可能还装得下其他事情呢？等逐渐入侵了我眼眸，这怎么打岔了？能不能正经点？我发现你真的很不适合谈恋爱，这么严肃。我不适合谈恋爱啊，不适合结婚啊。哎呀，别生气了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都生气啊，严肃一点。哎呀，别生气了嘛啊，贴贴，干啥？干嘛呀？重庆天气本来就只有10几度，你一生气那更冷了，快点贴贴贴贴。没什么好听的啦，那外面这么冷，我们去被窝说给你听。快点啊，走了走了。喂喂喂喂，大姐。啊？你去问。咋啦？我不让你扫地吗？你扫了吗？我扫了呀，你看多干净，是吧？那你脱了吗？我脱了呀。咋啦？你看多干净啊，扫的，你还不信？哎呀，你不是没有让我拖地吗？你就让我扫了，对吧？那你每次说亲亲的时候就只亲亲了吗？哎，不一样啊，碧罗。不是，好了，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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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碧罗，地我拖了，不去好不好？每次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一不看着你就拖了。哎呀，不去嘛，我请你喝奶茶。哦，最贵的。没有问题。你确定你要喝冰的？怎么办？没啥，那你确定了我就下单了。嗯，好。对不起。咋了？我不是要冰的吗？你怎么给我点的热的？你不知道你这两天什么情况呀？还喝冰的？你搞错没？喝嘛。那也不行，你想不是？你给我放下，快点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许喝我的，你喝我的干嘛？好喝吗？你怎么也点的热的呀？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喝我的呀。说今晚的夜色很好，